伊就是要搞好这个环保站。乡村田野间引发健康园地假址环保站成立15年。假址环保站，赞赞赞！家字是取我父母亲的名字各一字，感念父母恩，成熟力行善回报，上人云端视讯，长者好开心。赞美我爱你，感恩哦，菩萨们呐、啊，很精进用功哈、哦。环保带动村里家族妯娌三人同行。这位是阮阿婶啦哈，哎、嗯啊，今年你讲几岁来？93。这位嘛是阿婶。来，我听你讲，你几岁？我82。健康。这是阮妈妈啦，哈。啊，今年你几岁？阿母，你讲你几岁？95岁。你告诉我，你讲你95。我95了啦。连线行脚，隔着荧幕，师徒之间依然传递满满温暖。天天自己做环保。上重要的，逐天爱听师讲话哦。嘿、啊，恁若逐天听师父讲话啦，这呢是最大的供养哦。安尼甲师父贴心啦，师父讲，恁就是听，所以就是听话的地主啦，好地主啦，做会到哦。祝好大家平安，新年快乐，感恩。台视新闻邵志杰、徐英豪，桃园报道。